我们凡夫生死轮回也是一念，一念错了，乃至法真归元，成等正觉，这是讲成佛。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也是这一念的啊，一无二念。所以这个一念的能量不可思议。一个人临命终时，六道里的他到哪一道，就在临终的那个一念，那个一念呢决定他到哪一道。所以送往生的人，助念的人，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。这是一个人生死关头啊，决定要入哪一道，与他身边的人、送终的人关系很大啊。如果是念佛的人明白净宗这些理论，能够如法帮助他啊，那就是一句佛号，没有第二个念头啊。这个时候不讲开始，什么话都不能讲，就是一句佛号，老老实实啊。讲开始叫打闲岔，会把他送错方向，不能让他有第二个念头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对了啊。人断气了，他的灵魂没走，灵魂没有走，虽然断气了，你碰他的身体，他会生烦恼啊，他会有疼痛的感觉啊。如果烦恼一生了啊，怨恨你了，他地狱道去了啊。如果是家里的亲人在旁边，他很喜欢的儿孙啊，那个贪念的心生起来了，鬼道去了啊。愚痴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畜生道去了。所以送终的人这一些道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临终就是一句佛号，不能让他起任何与六道相应的念头，这个就对了。啊，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告诉我们，人在临终，因为经上有说啊，他走了以后，看看哪个地方有暖气、暖巷啊，判断到他到哪里去了。头顶是天道，啊，这个胸口是人道，膝盖是畜生道，脚心是地狱道。所以有很多人想去摸一下，八个小时之内他没走啊，你摸他的恨你，那好了，他到地狱道去了。所以不可以碰啊，不但身体不能碰啊，他的床都不要碰到
啊，在他四周围，不要身体，不要靠着他床，要有点距离，让他平平安安，啊，很安静的离开，这对他有好处啊，这真正尊重他，啊，保护他。所以送终的人的时候要经过训练的。不能把他送错了。所以第一念，第一念当然最好平时就修成。平时修成那叫一心不乱。啊，这最上乘的功夫。知多论语，行般若波罗蜜者，一念能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为尘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我们能信吗？要相信佛的话，佛不妄语，佛的话句句真实。这是佛说，行般若波罗蜜者，这个人什么人呢？学佛的同学，大家都念过心经，心经头一句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跟这个话意思完全一样。这不是普通人啊，这个境界现代的科学家知道，这量子力学家他们晓得啊，知道人的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佛在大小乘经都常说，智性一处啊，无私不办。啊，这个智心是把我们的心念集中，就是专注。啊，现在叫专注，叫集中，念头集中，啊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那个能量就非常大。啊，好像我们的光，光是一种能量，啊，但是它是分散的。如果把它集中，它会燃烧啊！我们拿一个放大镜放在太阳底下，让它焦点集中，哎，底下东西会不会燃烧的？我们的念头要集中啊，产生的力量超过太阳不知道多少倍。啊，所以修禅定的人你就明了了，定功越深，能量就越大。啊，现代人心都是散乱的，所以他办不了事啊。啊，真正能够集中，你看一念，一念就是集中了。念头集中的，没有二念的，能速啊，速什么呢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的微尘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不得了啊！等于我们今天讲整个宇宙里面的微尘。
有多少啊？恒河的沙都没办法说了，整个宇宙一切诸佛的三千大千世界把它磨成微尘，有多少粒微尘他一念就知道。是一念之力了，不可思议啊！这是盆基清居士在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里头引用《大智度论》这段文啊，说明一念之力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这样才能够相信，临终一念是阿弥陀佛，他决定能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念头越少越好啊！能不放在心上，最好都不要再放在心上。不但佛法这样说法，我们的老祖宗教学也是这个说法。中国自古以来啊，古时候教学，老师跟学生都教人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不让你学很多东西，让你就学一样。啊，学一样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念头集中的，你念头没分散。啊，念头集中时间久了，自然就得定了。啊，佛法叫三昧现前。三昧是定，起作用。啊，定生智慧呀，智慧生起来了，你所学的东西了，自然就明了。啊，不需要别人给你讲解，什么意思全明了了，叫无师自通了。啊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定力起作用啊，定生慧啊。中国跟印度古老的教学法是教学的人开智慧呀，啊，不是知识。今天叫你什么都看什么都学，是走知识这个路子，广学多闻，知识很丰富，没有智慧啊，这个学就学错了，路子走错了啊。这是我们在最近这十年深深体会到啊。联合国啊，看到这个世界上动乱冲突太多，召开和平会议啊。和平会议的目的是在消灭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啊。从什么时候召开呢？7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40多年了。40多年每一年开多少次会议，多少人参加了啊，而且参加的确实都是有名的学者专家啊，政府的高级官员
40多年有没有效果呢？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，带来的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，让参与的这些专家学者对于世界和平的信心都丧失掉了。我在澳洲代表大学有这么一个机会参加这些活动，我参加了大概有也算有10年了，参加10几次，所以对这个事情比较了解。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呢？没有智慧，有知识，专家学者都有知识，你看都是博士学位，有知识，没有智慧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